这次我们一定要干一票大的。Mrs. Apple is very happy to be here. 这个破碗，是他儿子的鱼。爸爸，花多少钱都会买下来。这么大一条鱼，我们从来没有试过。 Can you handle that? 你就是那个。你就认真的把孙子给演好，阿婆就是我们行动ATM。 不用担心，这把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我也不相信他是哥的儿子。高级！哇，第一个反对，我叫白人，让这出一招，大家逆冠而挺身啊！你都马干嘛，我会帮他吃咖啡。他不是好人啊！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你到底什么人？ 如果我们这么努力，到最后我们却不是接班人，那我们活着要干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小燕姐，你眼里只有钱，你为了钱这样不择手段，你不觉得太夸张了吗？阿迪加，我。 你们两个就是要把我卖给阿鹏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阿鹏，其实我们是骗你的。你是不是明天早上上飞机穿这一套？你太明显了，不可以。哦，发财，发财。